A 梦集呢，总算是刊刻出版了。陈化祥真欢喜，为 A 梦集最少道光四年有奉天主命进金门，至十一年由奉命提督专门追书建业厦门。陈化祥回避写了这件代志了，伊写了甲周凯共同主修厦门字的经过，甲造福后人的功绩，文字之间啊，透露出伊对周凯的亲情甲怀念。写书的时阵啊，陈化祥呢，敲开桌台，提出莲芳甲陈化祥印。两个周凯亲自雕刻的浙江皮鞋诏书章，端端正正的印在书院的碑吧。